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奥腾萨酒庄，我是酒庄的市场及公关部经理尼瑞古萨曼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珍品乐奥坦萨珍藏，这是我们酒庄的旗舰产品之一。大家都知道我们非常重视高品质葡萄酒的开发，而这款酒正是我们的三大珍藏级别葡萄酒之一。该葡萄品种为100%的天帕尼优，我们特别选自树龄超过50年的老藤，结合了里奥哈传统的酿造手法，而又不失新的方式，经过12个月法式橡木桶和6个月的橡木大酒桶陈酿而成。色泽上明亮又带一丝石榴红色，这又是我们珍藏级葡萄酒的一大特色。闻香上我们可以体会到橡木陈酿的气息，感受到时间给这款酒带来的成熟气味，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到红色水果、草莓、黑莓、可可、黑醋栗以及咖啡的味道。入口我们又会有十分的惊喜。作为一款里奥哈的珍藏级别的葡萄酒来说，它入口柔顺，酒体十分饱满。这款酒的最佳饮用温度在15或者16摄氏度，而我也推荐它跟甜品，比如说苹果蛋糕或者是香草味的蛋糕搭配。这款酒广受好评，非常值得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每天饮用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